各位好，我是 QNAP Jeffrey。那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AWS 的摊位。那我们在 AWS 的这个他们的showcase room 里面，我们跟 Lion 有一个合作一个 demo。那主要是 demo 就是说我们 QNAP 将 AWS Greengrass 然后打包放在我们的 NAS 上面。那我们利用这个AWS Greengrass 好、来跟 AWS 的这个 cloud service 做一个结合。那我们这个 demo 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光宝的这个 LoRa 的感测器，然后连接到 Gateway， 那加上 Gateway 再把这个感测器的这个讯息呢送到NAS 的这个 QLT， 然后在 QLT 上面再透过 Greengrass 把这些感测器的讯息能够送到 AWS 的这个云端服务上面。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面呢，就是在 QNAP NAS 上面所运行的 AWS Greengrass。那当这个Greengrass 在运行之后，它可以把这个资料呢同步 sync 到这个 AWS 的这个服务上面，可以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这些感测器的讯息呢就能够展现在这个云端上面的这个仪表板上面。那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呢，就是主要能够希望把这个我们透过QNAP 这个 AWS Greengrass 呢，能够把这个 QLT 的 ecosystem 跟 AWS ecosystem 能够结合起来，然后我们能够带给客户能够有更这个灵活的这个 IoT 的云端应用。谢谢各位。